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溪，刚刚倒完垃圾哈，然后现在看一下时间，中午11点了，然后又准备做午饭了。今天的话，我婆婆她去上班了，我公公的话，他跟一个大叔啊去摘野生猕猴桃了。说的话，今天子宇还有浩哲的饭我就一起送了，现在准备去炒菜。这个是今天要炒的菜啊，一个茄子，还有牛肉。牛肉炒一半，这么多，先切一点，然后洗一下。再把牛肉洗一下。茄子切一下。放进去，你在打吗？猕猴桃吗？对啊，今天把这个猕猴桃发出去试一下。嗯，我们也是第一次卖这种野生猕猴桃，不知道这个包装行不行啊。这个感觉看上蛮好看的。这个野生的大小呢，还是没有种植的那么大哈。嗯。然后吃了呢，就比其他的种植的要好。哎呀，这个东西我就担心这个包装，运输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破损呢？先试一下嘛，反正大家有问题就联系我们嘛，是不是？先试一下嘛。还有辣椒也打包吧。辣椒等一下打包。这个辣椒货够了没有？不够，还得摘。啊，我看一下这个辣椒，很漂亮的啊。牛肉啊。浩哲，哎，你在等我吗？嗯，好了，还没过来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迟到了。来，给，拿着吧。好，走进去吧。啊？我是说要叫我写了呗。哦，那是什么？那你多搞点饭嘛，哇，这颗饭就大，好，可以。
对啊，也还这么晚。你不叫家伙，你不叫家伙，真棒。大姐姐姐来了，谢谢你们放在这里。要吃完啊、哦！今天你爷爷去摘猕猴桃了。浩哲，拜拜，妈妈先回去了啊、哦！拜拜。先填一下肚子啊！今天任务还蛮重的。刚刚村里大叔摘了20多斤辣椒，那个阿姨摘了10多斤。嗯，现在这个季节辣椒要好好挑选一下。嗯，我跟你说，最近浩哲在学校的表现还可以哦，他已经慢慢适应了。今天他们黑板上不是写了几个字吗？就是他老师这几天教的，然后我就指着，然后他也认识了，也还算可以嘞，有进步啊、嗯、但是他早上不肯去上学，怎么回事啊？没有啊，今天是可能是因为是你送吧，他本来给你去收鸡蛋，他说去上学，他又跑回来了。嗯，吃饭，多吃点火啊，还有很多事。多吃点牛肉嘛，这是你昨天买回来的。野生猕猴桃打了7箱，现在准备打包我们的辣椒。这个是打好的红辣椒、青辣椒，今天这个辣椒非常好，你看。要鲜椒有鲜椒，这个这么长的鲜椒，还有这个我们这个老品种辣椒啊，都是很好的啊。今天全部把它放完。嗯，好，我去接浩哲了，他们放学了。我去忙，我打包。